高温将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。像今天从四川东部重庆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多地都会有高温。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，而且预计这样的高温会持续不到七天的时间。尤其是四川盆地是未来高温的核心区域，像是成都、重庆，今后的六到七天高温都将会持续。其中重庆今后几天最高气温还会连续在40度以上。根据统计来看，对于四川盆地这Five Pins。常年八月正是这里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时候。Five。